问，哦，相当辛苦的一个中继点，这可以拆成四个中继点才对。结果这一回南哥公阿伯阿斗，看看有没有跑二垒的机会。左外野手这个球转传过来喽 ，safe。哇，很拼呐，啊！最后是拼到了二垒去了。这个接传没有问题了啊，那毕竟还是高志刚的一个速度啊，只差球在高的位置。我们常讲说，你只差球在高的位置就是一个危险。这球侧步边，郑达宏的传球没有问题，转传也没有问题。重点是高志刚的速度正好快一个半步，而且他很原本就打定主意要冲啊，所以绕过一垒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耽搁。